哎，大家好，这是心理思维的再来，生化危机二代的游戏康士兵。我们上一期是跑到什么叫地下设施啊？能不能换一层？好像上层茶局，在一个停车场的位置，但是目前是我这个地图不太清楚该怎么过去，可能是还没有获得那个停车场的地图吧。可能是这么个原因。总之是，哎，那边我们是进行了一番探索，现在呢物品栏也是多了两件，这边应该是能允许我们去探索更多区域的关键道具。我看一下，好像还有一些，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存起来。一个红色草药是吧？红色草药。这俩可以组合，我估计这些东西都可以存下，带着两个绿色草药，然后获得一个新的这边的这个枪的枪托，这个可以存下来。其他的钥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能是回去的时候是嘛，所以会用到。这枪托是什么呢？发等于是变成一个三连发。为什么有了枪托会让武器激活三连发？为什么变大了？移除零件，这还能移除零件吗？不能吗？就等于是有时候，看来游戏也是考虑到了，有时候觉得你这边三连发会比较恶心，所以说移除了零件，但是不能调。我记得原版中是可以调，也可以调吗？我比较好奇。也是你点一下的话，还是单发，然后摁住了鼠标左键，应该是能进行连发。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枪，我现在拿的这把手枪呢，应该是说明说是比较攻击力应该会更高一些。单连发的话，DPS 可能高，但是每发子弹的伤害呢，可能会低一些。我现在并不是说是要很高的 DPS，我更希望呢是能有比较好的子弹的一个利用率。像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一开始等于是被 BOSS 给被 BOSS 等于是给拖下去一个地方，这样我们怎么回去呢？还需要把这个，就要把这边那个。楼梯还是平台，再给移动回去，还是有不能移动了，还是我理解错了？我们回到 BOSS 战的这个作战地方。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像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我可能是 miss 了一些地方什么的。这样不是这么走的话，从那儿可以跳下去吗？我知道这儿有个东西，但那边东西是被挡住了。这样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我在那个停车场那边是还有东西是有 miss，可能哎不好意思，我可能还要再回去再探索一下。这样，这个门，这些门我应该是都有走过，可能是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我现在需要去调查一下。另外，好奇怪，这个声音是哪里来的？就是那个卡是在那个笨他的身上，他是被
被是直接是从墙后面是给撸死了。没有，等于是这个里边我还是有没有探索完的地方，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其他东西我感觉上都已经探索过了，前面走不了，发电机房，等于是我需要把那个解谜给弄开是吗？这个地方。这要是解谜的话，我唯一能想到的，这些人，这个门是我，这房子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吗？没有，没有别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获得了一个钥匙后的是能进来的一个门，所以我觉得要是说有新东西的话呢，应该是会，我至少呢是觉得会在这个地方有。那个人还尸体还在哈，还有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两个僵尸吧，但是只剩一个，我猜可能是那只僵尸，应该是游戏判断为是肯定是死透了。但我觉得可能还要回这个发电机房，把这个东西去弄一弄。这停尸间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东西。相当于是发电机房，我们有没有 miss 什么类似于是贴在墙上的一些说明的文件什么的？没有吗？没有看见，这样我有没有可以再读什么文件？电狱版，就是发电机房有一些，但是还缺一个。验尸记录是告诉我们去从手里拿钥匙。这个后备箱也是拿到了，备忘录的话是那个密码箱也是拿到了。天呐，这边刚才这个水滴是很近的从我这个屏幕上滴过，让我想起了零代的那个史莱姆一样的那个水蛭吧，应该是。还是说我都给它有效果。有点没有搞懂。请问这个谜题的，
我想知道那个谜题的一个。这个狗有点，我就还是良好。我不太清楚这个谜题有没有什么提示，就是直接，应该是一个就是数字的关系，你通过摁什么，应该不是只把后两个开开，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有一些。应该是有些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逻辑把它解析出来的。我当时没有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可以直接是像我那样，就是直接是通过尝试把这个谜题给解决，但是呢我是觉得用通过游戏的一个获得正常文件再去给解决的话，我就觉得会更，我是更想那么做一些。这样等于是解释了为什么那个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狗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要难不少啊！我猜可能是要这么打，知道了。还是不太适应游戏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机制。这是黄色的caution还是橙色的caution？我不太清楚，目前我处在一个机制。我觉得之前来这儿的时候，没见到笼子里有这么多狗啊，怎么感觉突然增值了一倍？开灯之后没有感觉上之前去过的地方不太一样。像我们现在是怎么着，这个门是开开了是吧，但钥匙有点不足，但是储箱中应该是我之前存了好多，等于是可以这么回去。我猜那边往楼上走的话，应该是能回到警察局。起码原版中应该是这个地下通道跟警察局是连着的。但现在哦，果然是这个地方。当时好像这个原版这个地方是有那个，就是这个窗户啊，窗户是可以用，那还可以使吗？还可以。原版中是有一个大的铁栏，可以把这个窗户给拦住。这个柜子我也是记得，好像当时就是有散弹枪子弹。休息室哦，是一个存档的地方，不错。像蓝色草药，这是打字机灯，太好了。像拿个匕首出来，是之前。哦，之前那个坏掉了。我存了一些火药，这也拿出来吧。还有红色的火药吗？红色的草药，这个组合起来存进去。大概这么样子。有个胶卷，我不觉得这个地方也可以洗胶卷。
什么火药？冰箱能打开吗？这冰箱像期待一开始 Baker 家吃饭的那个冰箱吗？看着怎么这么像？哦，这是一个宿舍，当时是肯定有，这是麦格能弹药吧？可以获得。这什么玩意儿？又有个电子零件，还有别的吗？没有了。之前我记得在原版中的手枪那个改造组件是这个房间中获得的。嗯，检查一下，休息室、走廊。现在没有枪，那个弹药可以放过去。这个呢，可以混合更多的散香弹药。其他的，我觉得这可能一会儿马上会用到。玻璃呢，窗子可以适当的，假如说看见需要的话呢，是可以给它围起来。然后我的生命值。我觉得我可以再被打一下，然后再使，这边可以使一个，这儿可以使一个。这个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我这个地方主要是。天，他们怎么人这么黑？我想用散弹枪爆头，但是我不太清楚这带的散弹枪，总之机制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没有死，哦，这是这个地方，哈哈哈。人是这么着回来了，好吧？你还活着。然后这个地方太狭窄了，你要是一直活着的话呢，会。我把刀。我不要理你吗？没有必要理你。像这个窗户，那边应该有好几扇窗户吧？不理你了。记者室应该是过不去。
这个搁过去，还有别的吗？弹药是不知不觉中，其实可以，我是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是有些僵尸，你逃跑之后呢，会，哦，Marvin，哎。Marvin. Oh no. Damn it. I'll stop this, Lieutenant. I promise. 你有什么 loot 给我？这脑袋怎么开花开得这么大？没有吗？好吧。那现在是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是获得了一个，就是钻石的钥匙，在地图上呢是这是梅花儿，地下，哦，这是哦，我们之前我一直想找地图，应该是这个地方的地图，这边应该是没有，这边呢，相信是这个乌衣间可以去，在楼上的话，应该我猜是到那个有钟楼，对，钟楼的地方。本世界能去的是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是吧？人是去，这地儿怎么去呢？图书室，从这个楼梯去，等于是要从那边那个暗房走过去。我们老觉得这个人想，原来我以为是这个人想站起来，实际上不是。这个第一人称，总之这么看啊，就是 Licker 会感觉更吓人一些。总之就是，或者说他的动画的模型是变了，给我感觉真的是经常是类似于那种站起来对我进行监听的这么一个动作，但实际上是可以从旁边是直接是安全的走过去。但现在是知道了有 Licker 在。所以说我是不能，我要保持满血或者说高血量，然后去再带一个加血物品。子弹可能有点低了，我估计之后吧，之后我会稍微的注意一下我的弹药的一个消耗。胶卷。立刻的话，我觉得还是能不打就不打，除非是一些特别狭窄通道。刚才那通道，说实话确实有点窄。DCM 3楼处，这样，哦，好有意思。哦，照片儿直接应该是进到了我们的文档里边啊。这不太好啊。
三楼储箱是 DCM 是吧？应该是那边。哦，知道了。反正这边有个 leaker 吧。对，这地方有个 leaker。这里面给什么呢？又是 Magnum，这是给了5发弹药。有点迷路了。应该是这么走吧。像现在是回来了，我们哎，哦，不是来这个办公室，是去，还需要走，哦，可以去图书馆的那边过来。但这个锁是没有用了，可以丢掉了。看着好像期待 Baker 家的那些臭袜子什么的，什么玩意儿？又一个考验你记忆力的东西。好吧，我们在这儿把这个东西试试，等于是头两个。等于是头两个，然后是这个，然后是这个，然后是那哪个？为什么卡住了？我的录像卡住了。应该是游戏卡住了，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原因。啊，哦，好吧，于是我硬盘没有地儿了，好奇怪啊。这样先不管，我们把这个东西先给做了。之前是头两个，然后是这边这个，然后是这个，然后是哪个呢？这个，这个，这完之后是往上走，头两个，这个样子，那给什么呢？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就是没有，倒也不是。我们现在获得一个这个工具，应该是可以把，总之某个地方的门是可以给打开。然后这边呢，应该是，我记得好像里边应该是有个腰包吧，应该是有个腰包。对，像看一下地图，这里边应该是没有东西了。
我这个图书馆。他不进来吗？请你快点，谢谢。这样，我觉得吧，我看其实时间差不多，我直接去，我觉得呢，我去存一个档，因为是之前他提示我什么硬盘的地方不够了，我没有印象说是不够了呀，但不太清楚啊。总之我是怕存录像存不下了，我是那边正好是存一个档。之后呢，我们应该是可以去把那边那个储物箱的，应该是有一个腰包，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是有点记不清了，而是还有一个匕首吧，那个可以拿到。然后再想想这个工具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大概是这么样子。不过这是我们之后计划，这期就先录到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